广西人这人挺好，人挺多的，进去看看，走。爱安 Y Younger， 那就是爱安 Y 的青春版，售价10万出头，给你430公里的续航，主打就是一个量大环保。爱安 LX Plus， 0-加速3.9秒，还有那个144度电池那款，据说纯电续航能达到1000公里以上。爱安 S Max， 车挺帅的对吧？刚刚才官降1万，13.99万起了。第二代爱安 V， 这个厉害，这是新车。风格完全变了呀，看着硬朗的轮廓，但是轮线呢又很柔和，好一个刚柔并济。黑色轮眉提升了视觉高度，悬浮式车顶呢彰显着年轻，粗犷中带着时尚，可以呀。换完代一下子就硬起来了，不仅硬，风阻还低，据说只有 0.273 CD， 它里边还不让看，车身长度4.56米，轴距2775，哎，这么看起来反正车内空间应该不会差。配置方面呢，可以看到啊，它有这个东西，那说明它肯定是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了，而且据说它的硬件可以支持 L3 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。续航方面呢，它搭载的这块弹匣电池据说可以给它提供750公里的纯电续航。好看的硬派造型纯电 SUV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造型好看、风阻低、续航长、智驾强的硬派造型纯电 SUV 好像不多了。